给大家看一株非常美丽可爱的卡特兰，它的个体名字叫做 Jade Dragon， 中文名字就应该叫做玉龙。它的拉丁全名我打在屏幕上，可以看到名字最后的标注是 HCCAOS， 说明它是一株获奖的品种。资料里介绍说，它在2019年获得了美国兰花协会的评分79分。HCC 就是高度推荐奖的简称。这株卡特兰的特点就是它的花是有斑点的，而且株形比较矮小。我一直想要一株带斑点的卡特兰，之前有看到过其他的品种，但是因为个子比较大，而家里的地方有限，就放弃了。看到这株花的时候，发现它的株形很矮小，不超过20公分，而且还是双叶的卡特兰。花朵呢也挺大的，有6到7公分的样子，而且有香味儿，是清香的味道，很好闻。因为它的个子矮小紧凑，所以呢很适合我们北方，因为在这边冬季有长达半年之久，兰花呢需要放在室内进行养护，这样矮小的株形就不会占很大的地方。它的名字叫玉龙，应该是因为它的花瓣底色是绿色的，像玉一样的，真的是非常的美丽。如果你也喜欢带斑点的卡特兰，那么推荐这个品种种一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是妹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